觉得 PC 掌机太贵，还是想用手机玩游戏的朋友，一定要试试 Seraphim S3 这款手机手把。S3 透过 USB-C 实体线连接，所以不会有操作的延迟问题。现场试玩的效果，手感超好的，连手把后背的壳都可以换不同的材质哦。特别推荐用 S3 来玩《原神》，体验真的不输 Switch 和其他的 PC 掌机。不仅如此 ，S3 最大的亮点在于软体整合。手把装上去后 ，S3 的软体就会自动侦测开启。不论是 App Store、Xbox Game Pass 和 GeForce Now， 想玩哪个平台的游戏都可以随意切换。还有游戏好玩的画面都可以直接截图和录影，用 S3 来制作游戏攻略影片也是相当方便呢。